然后我们来呢，我们很和平的，我们很守秩序。下午就是我们早上呢，先是我们早上转了几圈，我们早上转了是早上我们游行了几圈，早晨早晨好像是说这方出去有三波啊，咱们早上在这转了是两圈是三圈，两圈啊。早上我们很，上午我们很少走，下午我们也很少走三圈啊。然后那个下午啊，因为什么呢，就开始闹起争端了，有两个好像是日本人啊，要进那个进那警戒线，然后我们呢有一个游行的一个成员吧，就是在他后面喊口号，但是我们没有动手，没有采取暴力行动，这是一个警示啊，把他带走了。然后后来这边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，后来那边好像又带走了，又带走了。我在门口我喊我说日本人占我们的国土，我说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，那那警察把我跟我们同事喊把我们带走了。我说你们那儿那个人在车里，那他放不放我是吧，他没有抓我。被打了，啊，没打。你们外国人还有权采访啊？中国的电视台记者不让采访。嗯。自由言论没有，这种权利没有。那个里面有媒体，里面只有你们外国人可以进去。你可以进去，他都不行。